这宫中绣娘的手艺不错吧？这绿色锦缎底，配上金丝绣线，好看。夫君穿上它，更加意气风发，有关大爷的款。真的？不过，你的眼光能相信吗？秋水秋华，嗯，你们看看如何？巨蟒好看啊！ 恐怕有苦头吃喽。我们初次见面，你一脸失意，一个人闷着头喝闷酒，还说你心爱的女人嫁人了，嫁给一个混球。原来这个混球就是我。 别以为我不清楚你的底细，你的亲姐姐嫁给了京城京兆尹，你就开始狗仗人势，卖假货。哎呀，大人，您千万不要道听途说，欲加之罪呀！巨王爷这官做的有模有样，对老百姓那么好，纯爷们儿。这世界很酷。